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，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，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人民的胜利，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。中方一贯主张本着以史为鉴、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，希望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，汲取深刻教训，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。